变啊！我开剧讲，嗯，还懒得理他。哎，对吼，我们这个标题。帮我等一下讲个邮票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个沙很大的大叔说。那我是觉得你们可以杀更大，因为他就是每天都会瘦嘛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中飞哥呢？笑呀！之前被霸王的飞哥哦。嗯。哇哦！不敢讲。